嗨嗨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微笑，又回来啦，心知后裔的时间。今天我们不聊攻略，主要跟大家聊一下关于官方官网的活动。有一些活动在游戏当中都是没有特别提及的，尤其是有一项活动可以直接免费领取1600颗星石，等于直接免费赠送我们石抽了，千万不可以错过。那这部影片就来具体的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喜欢我的影片可以帮我按赞订阅，有需要带出的朋友也可以使用狮城手游代厨，并且报上微笑我的名字，还可以享有最优惠的价格。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吧， Go Go。 好的，我们首先看到1600颗星石这个活动到底要怎么获取。这是一个官方网站，那官网的连结我一样会放在资讯栏，大家还是可以多少看一下，否则会错过一些重要的资讯。又或者是说加入微笑我所开的赖社群，只要有这些比较重要的资讯，我都会同步到社群里面，那一样在置顶留言，想要加入的可以自行加入。这项活动非常的简单，我们只要在特定的日期登录手机平台以及 PC 平台各登录一次，分别可以拿到800颗星石。但有些玩家可能都是使用指定登录，又或者是说都用手机玩，就直接错过了800星石，是非常吃亏的。可以看到总共分成三个梯次，第一个梯次就是从开服到4月11号，只要在定期维护之前都有上线记录的玩家，只要等到4月11的维护结束之后，就直接放1600颗星石，直接让我们获取石抽的机会。那如果错过了第一次，还会有第二梯次以及第三梯次，反正最终我们要在4月25号之前，在手机以及 PC 端各登录一次。那当然越早登录获取石抽的这个时间也就会来得越早。那这边要特别注意的，如果你们使用手机登录，那 PC 是用模拟器登录，这样子一样只能拿到800颗星石，毕竟模拟器它背后的原理一样是手机。用 PC 的话一定要选择我们的 Google Play 又或者是说 Steam。 至于官方的 PC 版本目前还没有开放，要等到16。那微笑我自己是用 Steam， 不过 Google Play PC 也是可以下载的，两者都 OK。至于下载的连结，大家也只要登录官方之后，点击右上角的下载游戏就可以看到，总共有5种不同的版本，但目前 Windows 版本是没有的，只有其他4种可以作为使用。紧接着是第二个活动，每日问答，这个是从开服就已经开始进行了，维持7天，那开服到现在已经来到了第5天，所以1到4天的问答已经不能参加了，从现在开始就只剩下3天的机会。那其实奖励没有到说特别好，就是各种的道具，不过也算是不无小补，有总比没有好。举例来说，像是今天的题目，我们只要填进 Google 表单，选择语言，然后今天的题目就是制作人是谁，非常的简单啊，什么宫崎骏，其他一看就知道不是。我们选择第3个选项金永模，然后填下游戏的 ID， 就是你的角色名称，并不是说那一整串数字，并且选择伺服器，等到隔天的下午就会自动发送到邮箱了。总之，大家有空的话，还是可以加减参加一下。第6天以及第7天的答案，我一样都会更新在 LINE 的讨论群，有需要的朋友一样都可以先行加入。那么今天这支影片就介绍到这边啦，大家还有什么不懂的，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。那关于这些噼里啪啦的连结，我一样都会放在置顶留言，又或者是说资讯栏，有需要的玩家再自行点击查看。我们就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